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欢香草、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。我喜欢田园生活，这里充满了绿意，所以跨年后我就来这边旅游了。这是哪里呢？这里是很好玩的中兴新村。Let's go！ 来中兴新村玩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像是逛街的 Times Square， 其实它叫做中兴员工消费合作社经营的。你看，有很多好吃的料理，里面人很多哦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那如果你肚子饿的话，一般会来这个广场，就很多的美食，还有一个员工消费合作社。而吃面店这家店人这么多，高朋满座。哦，很好吃的小菜，终于煮好了哦。这是酸辣面，我是干面。你看都不保留，随便乱吃相很难看，都给大家看。这个应该是吃起来好吃，看起来普通，就是抄手。新兴村的搜狗了，我们走进去吧。哇，有点像全联哦，它不是全联哦，它有很多特产品可以进来看看。搜狗还有电扶梯耶，超市里面也有这样的电扶梯，帅吧？漂亮，这是一个公园，这里大概就是中兴新村的中央公园吧。你看这么多人在野餐，今天刚好是元旦假期，人特别多。哇，你看还有天上有风筝，这里还有卖那个棉花糖。那你看还有荡秋千，还有香菇树，有没有很多棵香菇树？还有一个红色铁凉亭，哇，太有趣的。那中兴村因为废神之后啊，那就很多房子空下来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废墟，但是这个红房子看起来还是特别的舒服。好，那等一下会有比较漂亮有人住的，这边是没人住的地方，很可惜。好想来这里申请一个位置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一个大操场，这个是中兴新村的一个运动场所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像白宫的建筑，就是中兴会堂。中兴会堂很漂亮哦，有点欧式建筑。中兴新村说小也不小，你看我开车绕了十分钟又到另一个地方。这里有别于中央公园，这边叫做光明公园。你看光明公园这边也有很多设施哦，很漂亮的地方。那个我们蛋黄区的那边的公园正在办活动，很热闹。这边是纯住宅区的这个光明公园，你看就很悠闲。然后呢有荡秋千，要干嘛？我们等一下来去荡秋千。你看这个花廊上面应该是九重阁。好，我们走进去花园里面荡秋千，有没有荡秋千？